做的研究就是顶多就是加关于台湾的一些道教的一些善本，一些重要的文本，在各个图书馆它去做收集跟考察。那我们很高兴在许巍访问台湾的这个期间，刚好能够邀请他来参加道教周，并且来跟做一个专题的报告。那他这次谈的题目是谈宋明道教法派与法术研究的进步，以静明法、心为法为主。那他最近也刚教写就是教刊的这个《静明宗教全书》刚刚出版。那最近也在这个道教研究期刊发表了一篇论文，有关于静伟跟这个静明的这次研究。对，他对于这方面的研究非常细致。那最近也主持了一个很大型的计划。那我们就热烈的欢迎许巍老师为我们带来的这个报告。静明法、心为法的那个研究状况，但是因为我最近在做另外一个研究，所以我最后是介绍一下自己关于静明法、心为法的研究。这个是美国那个，对，这因为有天师，有这个许振军都有，另外一个。我那个先，其实因为这样介绍的时候内容会比较多，所以我先前面先介绍一下我之前的那一本书，实际上是我个人的博士论文。然后我就简单介绍一些跟静明法有关的，静明法之后的东西我就不介绍了。我那本书里面首先是要处理一些问题，因为过去我们有很多误解，就是关于静明法是什么，还是静明道啊，还是静明宗教道？那我给的一个定义就是，静明法仅指南宋初成立的静明法派及其法术传统，不包括元代刘裕等人创立的静明宗教道法。南宋静明法与元代静明宗教道法没有直接关系，是相对独立的两个传统。然后呢？我们现在看到的道藏里面所说的静明，所谓静明文献，就是指所有的，基本上，均是南宋静明法的文献，只有《静明宗教全书》是属于元代的静明宗教道法的自己的文献，必须要分开讨论，不能混为一谈。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是因为那个我们学界长期以来，几乎所有的那个文章都是把南宋和元代混在一起谈，引用的时候非常混乱，所以我是特地要说明。然后第三一点是，也是过去我们大家不太了解的，对于南宋定名法的成立的，实际上它发生了两次大规模的降经，当然这两次降经的活动非常的接近，只是在个一两年之间，但是它发生。为什么说是两次？是因为他参与的人，参与的坛场，他所降下的先征上述的经典是不同的。当然我们现在只能根据道藏本来做研究。实际上道藏本它当然我们现在看是道藏课本，它实际上是保留了最初的很多抄本时代的细节。有许我们能够排除一些后代的追加，也能够看到保持了当时一些怎么说呢？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课本的话，有很多东西是混杂的抄在一起的。实际上，我们看道藏那个静明法文献，它有一些也是这样的。所以我下面讲的会有一些对我书里面的个别内容的修正。我讲一下，就其实这个周方文呢，是我这一部分最主要的一个研究，就是因为我们知道了周方文这个人，才能够确定这一批南宋的静明法的这些文献
和降世时间包括哪些东西。我们过去的研究一直都搞不清楚这个人，因为本来那个文献上也有错字，所以有很多误读，要么把它看作是方丈，要么是方文，要么也有的知道是周方文，有的用文献里的称呼叫周真公，但是也有判断他们不知道周方文和何守正的关系是怎么样，这是有很多误解的地方。然后呢，实际上很简单的就是我们从文献里可以知道，叫灵宝地明院教师周真公祈请画一，这个是他那个降神，就是一些沟通的一些文书，它里面就很明确的自称是方文，所以我们很简单，周真公就是周方文。我们如果从这一个文献没法说服前辈学者的话，我们很幸运就是找到了许多的相关材料。在《灵宝净明黄素书释义秘诀》是一个很短的，是解释那个黄素书的一个文书里面，它实际上也是他的降坛记录。他提到了自己，他曾经在，他有一段文献，就是这个，他自称方文字癸酉年什么什么时，年始二十，建一番，就自述了他自己学到的经历，包括他在崇仁县任官。这个就最重要的是他讲到他自己去年任官从仁。然后我们根据因为他说从仁，所以我们从那个崇仁县志、府志这些所有的东西能找到了，我们确定了他的任官年代，他的包括一些经史碑刻、建炎以来新年要录等等等等，我们找到了他的里籍，我们知道他是海陵人，然后再通过太多志发现了一批跟海陵周氏有关系的记录，特别是里面提到王安石为海陵周氏做了墓志，然后在王安石的文集里面非常幸运地保留下了他做的这一批家族墓志，所以我们能够完整地知道周方文的生平家世，他的任官年代，他做了他到哪里任官，哪一年在崇仁任官，哪一年离开，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就这个是那个净明院灵宝净明院真实密告里面提到了他的九祖六亲名单，这可以跟那个王安石所做的家族墓志完全对应出来，所以我们可以完全确认从事净明法经典降世的这个周方文就是那个任官崇仁，就是海陵周家的周方文，就完全是可以确认是同一个人。海陵周氏墓志就是这三个，是他的先祖周家镇、周彦先、周茂先、周涛、周彦夫人。然后我还找到了一个叫周灵芝，这个很有名，这个人是南宋初的史节，他曾经出使，叫牛头学士吧，很有名的一个学士。他因为他曾经受到贬谪，贬到江西，就是现在的江西，他住在云州，就是高安那边。他经常去这个现在的西山二宫，经常去那里还礁。当然一个是地利之便嘛，比较接近；还一个是他是有家族信仰。他特别是他提到又曾先训或听净明之篇，因为这个净明文献只是在建炎初才出来的。他不可能从别人那里听到，所以我基本上确定周灵芝应该是周方文的儿子。当然我们没有其他最确切的证据。好，我这样的介绍，我们可以，为什么说我现在基本上把所有的南宋初，也不是所有，就是南宋初第一次降经的年代定在建炎二年到三年之间呢？就是因为周方文他在宣和七年到建炎元年在崇仁任官。然后中间因为经历了一些金兵入侵南下，到处都非常混乱，他到周方文到绍兴三年就跑到苏州，就现在的安徽那边去任官了。在建炎三年十一月，因为金兵南下，所有的都是战场，
他也不可能再继续从事宗教活动了。所以那第一次降低的年时间只能定在建营2年到3年之间。这个降低的地点呢也很有趣，它不是现在的西山二宫，不是当时的玉龙万寿宫，而是在银将军新宇县。现在还在这个玉虚观，现在还有残迹、有残碑在存在。而且这个玉虚观很古老，它在南唐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个叫它叫禁观，这个禁观就跟许逊信仰有关的。这些就是这个绍兴元年何守正的这个《灵宝净明清修九老神应符门命法序》里面，他自己已经提到了第一次降经的事件。但是我们过去学者不知道为什么对这一段记述非常的模糊，大家都没重视这一段。张衡讲得很清楚，六真降神于雨水，雨水就是这个我们根据历史地理学的推测，我们知道就是指银将军新宇县，然后这个严嵩跟崔德洛就是建言。六真是就是我们下面灵宝净明院行程是提到的许真君、张天师、吴猛、陈母，还有这个太阴元，这个月宫太阴元君、日宫这个太阳上帝，就是这六位。那个绍兴元年的何守正，那个他提到的那个绍兴元年的万寿宫降坛，那个是第二次，我待会再讲。这是我确立的，我这里面加出的是我对我自己的书的这个小的调整。那基本上不会有太大变化，因为这些经典基本上我可以确定都是在建炎2、3年之间问世的。因为基本上所有的这些文献都跟这方面有关。他离开这个道团的话也不太可能再有问世了。这个我不仔细讲，我看看就好。这是绍兴初，就是绍兴元年，大概以后还有，但是我们就无法确认了。我们只知道绍兴元年那个何守正开始在那个西山，就现在西山二宫，他们建了个坛叫一真坛，他们在那里降了一批经典。然后另外有几种叫那个太上灵宝净明道元真经和太上灵宝净明中皇八柱经，我相信它是一真坛出的，但是于我们就经典本身来说还没有找到确定的证据，但是我把它暂时列到这里面。关于那个道元真经，我最近也刚完成一篇文章，也是谈它文本的变动的问题。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到道元本是一个流传中残缺的一个文本。好，我就讲这个。其实我后来想，我应该专门讲这一个，因为这其实就是我最近在写的那篇文章，就作为灵宝法的定名法、南宋定名法的批判与接受，兼谈近世道教优科几个要素。那我现在停，现在这一张 PPT 的停止叫在宋明法术传统中定位定名法。提了，就是本身我的那个文章也就是下面四个问题，就是首先是净明它是灵宝吗？还一个就是，净宇宗他真的是了解净明法吗？因为在上清灵宝大法里面，他总是讲提到净明啊，有一些批评啊，有些引用啊什么的。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如何看待不见于我刚才说的那些南宋净明法文献的，但是被灵宝法文献引用的一些净明法，我们怎么看待？你像鲍俊他曾经说过，我不一定能相信，所以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然后第四个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看那些南宋的净明法文献，他们没有一个完整的仪式的一个描述，我们没法通过净明文献本身来去了解它这个完整的仪式是怎么进行的。那我们作为一个当代的研究者，我们如何来构建或者如何想象净明法的仪式做法，这是我这篇文章的一个主要的问题。净宇宗他总是说灵宝乃孝道明王之教，以孝悌为主，然后孝道明王之教传父许金阳初继灵宝，
就在他这个这种说法里，好像就是地名就是灵宝，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当然我们就要想，因为要处理这个问题，我们就要想就要论述它是不是灵宝，或者是它哪一部分是灵宝。确实是我们从地名本身来说，刚才一系列文献中，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太上灵宝地名碑宣注人经法》，都有好几卷。而现在的文本呢，是经过元代的有一些元代的追笔嘛，不是原来的样子，它本身的比例也打乱了。但它里面就提到了，元始天尊说经时，时有地名二篇流出，明王因之造法注经。然后他其中有一节是他的主义是引一段注人经，然后在下面有很多解说。赤明开图那一段他说他是此是元始天尊去主气化身御制出书注人之次，仅按功华繁行落功等等。然后他说灵书中篇在开图之初谓之中者，气之合融而成书，一生二，二生三，则灵书上下二品应之以生。这个灵书上下二品就是记名，就是刚才上面那个记名二篇灵书。这个记名二篇灵书现在保存在太上灵宝地名众生上品经和那个灵宝地名秘法篇里面。然后冠山唯一则黄素八十一字次之，黄素八十一字就是黄素真文，它保存在太上太阴元君说灵宝地名黄素书里面。而灵书二篇应于阴，阴中有阳，日中孝光，孝道明王主之。八十一字应于阳，阳中有阴，月宫孝道先王主之，等等。然后后面他还说五行生而分五位，于是有次书了。就他在地名经典、地名法的经典本身来说，他有一个自己的定位，他把自己跟灵宝的定位，他定得非常高，所以是原始主气的定位。然后然后非常有意思就是《太上灵宝地名碑宣注人经法》，它本身是一个编造的。是编出来的一个，就在一个文书里面叫《奏度人经法补帖》里面，他就说谁谁谁新编到一个灵宝大法四卷，他里面没有说是度人经法，他说灵宝大法，那我们就知道他是净明法本身是把这个净明碑宣注人经法称作灵宝大法，而且他里面还出现了受此上清灵宝大法，就等于意思就是说净明法本身来说，他们创造了一个。上清灵宝大法，然后这个是就是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净明碑宣注人经法。这里我主要讲为什么我专门提出来一个叫八名和七世的，这个、实际上是一个体力性的东西，或者它是宗旨性的东西。我们在灵宝无量度人上清大法，还有两种上清灵宝大法的灵宝一卷里面。都能看到这类似，基本上开篇就有，经语中王居正都基本上就开篇，大概卷四卷几就开始有，经语中是七世去冠名，那个王居正是八名什么品，大概我忘了，太上洞玄灵宝经碑宣注人经法呢，里面卷一就有去冠七世，我因为我做专门做了一个比对，就是我做了一个各自的比对分。明确的就是，这个碑宣注人经法的去冠七世是应该是来自灵宝大法原本的一个叫八名，就是它关于八名其实就是解释关于灵宝法如何是从哪里来的，它的法怎么出来的，类似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这个非常有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经语中，我们过去包括他自己讲是自己是正统的，他这个这一点特别坚持，然后我们也其实觉得他肯定是灵宝法没错，对吧？然后，但是他的七世去冠顶，跟那个王锡珍啊，跟其他灵宝法完全不一样，他是从净明法文献出来的，他不是沿用八名，而是沿用净明法的七世。但是他做了一个处理，就是他把第三、第四名的
这里能看到，就是金明非相众生法的区块是第三名和第四名。经语中把所有的提到金明中的删掉，保留几句。保留几句，这几句其实很关键的，为什么呢？就是特别是后面那个出生一切圣人，你发现金明经法里面没有提到这一句。你如果删的话，不会删出一个没有的东西。就我们就知道金云中他不是说不知道那个八名，他是有意的选取了七世，然后出生一切圣人，出生一切圣人这里有，就在其他的灵宝法文献里都是有这一句的，但是非仙度人一名非仙度人经法里是没有这一句，这个金云中给加上去，就他不是说我其他不知道，我只看到了那个记名的东西，他是其他也知道，但是他有意选取了记名。好，实际上那个，但是金宇中呢，他本身有很多想法，他就是我们大家读金宇中的人都各个了解，他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一个人。而且是一个很有攻击性的人，然后他有很多想法，然后他说行灵宝经法而欲为异途者，有行净明法而补别子者，这非也，并合配中蒙而补本执者也，这是他的想法。然后我们来看净明法的文献，它不是这样的。净明法文献，比如说他有一个文书叫宝举传法壮士，他提到的称号是吧，叫求法某路弟子，然后还有一个补印体，报印体补职壮士，这是补职说你先要都是说同意了再补一个问题，还是太上某路宗教法师行灵宝净明经法冲进院点名先主，然后那个入道品里面是太上灵宝法路宗教弟子主净明院同传法师，他这些净明法的他确实是他们补净明法职，但他都没有提到是补什么路，他都是在我是肯就是没有强制性的说你一定要受这个灵宝的某路，就是很其实是比较随意的。那我们从昨天我们也聊跟曹二人聊的，天台玉阁里头是没有这个净明的职的，净明他有自己的职，其实有很完善的职，但天台玉阁里头就是没有收他，那我个人认为就是他其实没有路的，就是所以他没有进入到天台一个收入体系里面。我下面讲这个金允中对灵宝法实施净明化呢，就是我们来通过金允中的操作，我们来看他怎么来理解净明，或者他对净明的理解程度到多少，就是我刚才想要解答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他到底了不了解净明。他首先在道的层面观念上的认同，就是我刚才说的，他在追溯灵宝法源流上采取的净明的七世，而不是传统的其他的灵宝法的八名。然后呢，他经常这一句话就灵宝结集孝道明王之教，这是他反反复复从头到尾经常说的一句话，就他非常强调这一句，就是强调孝道明王。但是非常有意思，昨天我也提到，就是净宗有时候他把孝道明王和孝道先王是弄混了，他有时候搞不清楚谁是日谁是太阳谁是月亮，他搞不清楚。然后第二个就是在就自我简单说，然后第二个就是在法的层面，具体操作的仪式的层面，法术的层面要我分两个，一个是传度，还有一个关于圆光飞布的法术的讨论。净宗他自己设计的灵宝传度，这是非常有意思。就是我们看现在的王锡珍上天普达法，他也是把净宗的抄过来了。但实际上按道理来说，王锡珍不应该是净宗的这个做法。净宗他放弃了我们在其他灵宝文献，包括在净明法文献能看到的灵宝实践，他采用了净明实践。最重要的为什么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因为他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第一届里面他要修持就八级，我们看到上面是净宇宗上天普达法，下面是
太上广经跟太上广经法。第一个就是无妄八极，这个八极是很点是很明确，许真君的垂世八宝，我们在修真史书里面也能看到那个这个垂世八宝。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然后后面像第二个戒是无妄见水，定中也是无妄见水。第三个是无妄日入，定中也是无妄日入。后面的我不管它，其实后面的也是一样的，那不管它。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前面三个是一样的。前面三个一样的，那个见水是见就是镜子，就是法镜。水那法水了，但是它没有专门去讲。日入是记名记功过户，这个在灵宝净明院行遣释中是很明确的，它是记名传度的护法物。我这里有提到，就那上面看那个咒度人金宝菩提，它里面提到了这个他的传度时候，包括有一个灵宝戒里面，然后他那个同一个就在他后面还是。就收了这个戒牒文，我们能看到就很明确，他这个灵宝戒牒就是上清灵宝十戒，所以其他灵宝法里面都传入的时候就是用这个上清灵宝十戒，然后金语宗就没用这个上清灵宝十戒，他用了净明的十戒，然后下面呢这个是那个传入护法物，是净明的传入护法物，这个弟子解释里面讲的净明印法戒法净。心意记记名心意记名记功过户，这个护法物里面就提到，这是我跟刚才那个实践里面对应上的，就是净水户，这是很明确，这些是其实是净名的东西，这个是净中全部用去了，好，然后下面这个还有一个就是传度的时候用那个这个东西。他当然那个净语宗他没说这些净语，包括刚才那些东西他都不说这些是净语，他说我是灵宝本法，是吧？这个他也是说他是灵宝本法，能看到这个是净语法，度人经法里面，就是入道里面，但稍微有点差异，这下面是那个净语宗。文字上稍微有一点点改动，我们看这个地名这个图是完全应该基本上完全一样，稍微有差点，所以很明确的，他也是用了地名法的一个东西来固定到自己的灵宝法的传度，然后就是这个设计专状，这个本来说是地名法传度才应该要这个东西，灵宝法不应该要月宫上仙王月宫上的灵王。我今天开始那个，但是你看他这里就搞错了。那特别，当然这个关于九州周天太史的专状呢，它倒不一定是有地名法的特征的，因为它其实很多都可以用。但这两个，当然这个我们从地名法的文献里面有关的文件，它没有说这些。我们如果想象地名法应该是有的，还只能从地名中的来看。好，我讲的快一点啊，其实没有满足。那个元刚微部是这个其实很重要，对于现在也很重要。它地名中是很，它其实它对它里面有上清六大法对地名法是有些批评的。但是批评，我们仔细看他的批评文字，我们就能知道，他批评的都不是净明跟先度人经法，他批评的是净明密法呀，类似那一些。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可能是没看到，或者是他我不知道，因为他这个人就比较怪的一个人，可能他就是有点不愿意接受那。那为什么说他不太接受呢？就是我们看他引用的那段，就是元刚微部的那段文字。他的体内神纲的那一部分，这个很明确就来自于度人经法，但是非纲的部分呢，他又因为他对本身对这个净明密法，他处处都没有，或者是怎么怎么说呢？就是他很明显他不是直接来自密法的，然后文字上我们比对可以知道，他跟灵宝无量度人上清大法
基本上是一致。我不能说他是那个一定是从个人上面大法来的，至少是类似的文件，它是一个转入，它不是直接从基民密法篇来的。然后当然这个也比较有意思，我不是知道08，现在我们看到08法文献有很多吸收基民法东西的地方。这是那个联邦恢复的那个图段，我们这个是推荐个人基法的，这个图其实跟那个密法篇包括08法里面的那些图都不太一样，这个有可能是有问题，但是我还把它列进来。然后这是那个刚才那是大法，这个是那个非部法。那个08无量个人上帝大法是完全抄了的，就从那个普录到后面的部法完全抄的那个基民密法篇。但是那个金允宗就是那这个普录的部分他不要，他就很我不知道这个很固执还是偏见很大，他就是这一部分他就不要了，就完全都不要，他不抄，他就是要下面的一部分，就是深深的那一部分。好，那我们从刚才那些说，虽然我如果还不能说他了解不了解的话，我们有一个就非常。我觉得写这个文章的也比较有意思，编写的时候其实有一些我在写之前也没发现，后来编写的时候有不断有发现，我觉得还是比较开心的，就是找到一些很重要的例子，能知道金宇中他其实也不了解这个基民法，虽然他批评很多或引用很多因为那个太上这个零法基民推荐个人经法，它是根据个人经的，然后他在法术上要运用这个自己创造的，就是基民书上下篇或者上下篇，但是它的核心一个部分是民书中篇。然后那这是我刚才讲的，就是俊哥关于这个民书上下篇的认识，他其实不太知道有民书上下篇，因为那个丁明法也用民书中篇，他就以为自己也是民书中篇，就他不对这个上下篇始终是。我不知道他是不知道还是有意的回避了，反正他就但是他的批评也没有很狠啊，不像批评王其真，不像批评天才，他说中尉常有诸鬼怪之状，比较温和一点，不太像他。然后他因为没有引用这个呢，好像没法判断，但是比较有意思就是他批评的天台法里面有引用这个领导上下篇，然后他不他金允中他不知道，我相信他应该是不知道，从这点来看他不知道这个是来自基民法的，就他批评的很厉害，他就讲就是这个东西所谓原始动听，因为原始动听有很多种，其中有一种就是他就说啊，凡出他病的属于渡人经中取串而为之，他对这个他就认为可以接受，但是他就说没必要，就对于前面为他律传的。然后下面是他主要批评的是天台行者，他说天台命而自行等待，如世事凡宇宙48句即146字，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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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个批评的非常厉害，就是他说乃至舍本经正文而转出凡音胡正而妄出圣也，今以世事胡音称为渡人经中主气之文，非三尺孔一将是这样，就他批评的非常狠，但是非常有意思。这个原始主题动经，它是从基民法改造过来的。为什么说改造不是抄呢？是它是有问题。那这个是那个基民法的临书上篇，我们刚开始看也不知道它是改造过来的，因为它调整了。那这个淡泊疏家这一段，原来是在前面的，他给调整了，他挪到前。挪到后面了，然后他其实还有啊，那个动向里面也有这个密法，上篇我没引，那个他没有断开密法篇的原因，他使用他念咒的时候有其他的做法，所以他没有断开。那这个临摹版的断开的方式也不一样，就他念咒的方式不一样。我的个人的想法就是，
这个可能是这个金明法的一个文本流传到了这个天台法的手上，他们不知道原来是怎么念，他们就觉得这个比较有意思，然后自己改了一下，然后按照自己的想法断开的念吧。没事。这个我简单讲，其实写起来也没有那么复杂，就是这么个东西。这个大家开心一点。这个是那个稻草人，我们都知道，是吧？这个是那个焦草，这我们台湾也到处能看到。我为什么放这两个东西呢？是因为我们看不到现在仪式中做的那个草人，我就用了一个稻草人来代替。焦草是用来扎制草人的。我为什么需要讲这个东西呢？就是因为，金明法和优课里面会有草人，而今天特别是我们金明法的法度仪中，它要招草人，它是要配合这个福相要招草人。那草人是什么样子？我们不知道，金明法他没说，他就是说招草人，福相，什么东西都不知道。但是灵光法里有，灵光法里有很多种，就提到草人。然后很多文献也提到了草人的扎制的方法，当然我们经常能知道这个，这灵光法里面使用草人的情况有很多，一个是传递文书，传递文书这个草人和龙扎在一起，跟使者是吧扎在一起，这是一种，但是它不是我们要讨论的那个，当然我文章也提了，但是我是要做一个排除。然后第二个就是，法术所谓优科里面的草人，优科里面草人比较有意思，就是英语中包括实际上我们有一个很重要，就叫浮生深处法，就是扎一个草人，把它挂在秤钩上，然后用高温喷烧到魂以后，就是那个魂上的那个草人以后，那个草人会下降，会坠，就是说这个魂灵魂是有重量的，这个灵魂附在了草人上，这个灵魂就会。这个草人就降下来，就表明你这个法术应验了，这其实是表演给在场的人看的。他的这个这是他的出生深度吧，然后他实际上是和大台塔的时候他这个草人布置出来，因为他要高温以后最后你做完一系列法术，这个草人和包括跟天地一样，然后我觉得也不能够就送了。比较有意思就是草人的这个跟福串的配合方式有很多种，就是它有四肢要配合，还有还有这种它经常写顶带或者是象带，我基本上猜测应该是顶带，就是带贴在他的头上，他那个草人都是要穿他的这个王者使者生前的服饰，就跟刚才我们看到的稻草人一样，穿个衣服，然后搭上各种。前胸后背要贴上，符文呢有很多种，然后跟我们最密，跟我们这个研究最密切相关这个升天券，但升天券的问题也很复杂，就我们看灵光法包括天津法与玉堂法都有提到升天券，升天券的形制使用方式都不同，但是我这个书里面我这里没列，其实因为那个比较复杂，我们知道，基本上最主要的，当然还有升天入，最主要的内容是灵枢中天。就升天片其实最主要的内容把灵枢中天抄了两份，阴阳二分，抄了两份。最重要的是这个，所以这个就我相信，就是我们的想象吧，就是金明法的那个，实际上也有例子，就金明法里面也列出了一个入门，只不过他直接写的那个灵枢。他没有把这个文字，就是他所谓地名法的那个符券，其实就是升天券，只是可能它的形式稍微有一点不同，但是主要内容都是里面那么多，所以这是我说的，所以我们如何来想象，就是我们地名法的东西没了，但是我们可以从灵光法里头来恢复或者想象它的样貌。然后这个其实主要的是这些讲完，然后我介绍一下我。这几年的关于地名的工作，这个是南校的八十道经，这个是很早就校到的，
好的敦煌的写本，还道藏的也有。我最近做了想做一个拼合的一个，其实就感觉力气也不是太大，但是有一个特点。然后就是关于明清时代的，我们现在和后代号称为金明的，可以吧？虽然我个人有这种看法，但是还是用沿用这种说法，就作为金明可以分一个金明盛会。这个真心转成金明盛会，就是所谓的神君庙会，实际上在江西各地各个县或者甚至各个村都有庙会，基本上做的差不多。我这里的例子是济南县，我就是济南人，这个这是南昌的属县，这个跟他的做法跟现在我们说的宣化宫的做法其实差不多，当然有天数，就是规模的不一样，基本的做法都差不多。然后所谓的文书有一点不一样，这个可能跟最道坛传统，当然那个道坛比较早了，可能可以追到明代，但是我们现在还就找不到了。这个也是，其实这一篇是用的差不多同样的文书，但是主要是讲涉及到一个理论，就道藏里有一个神君庙，庙级神君里一个那个年代的场景，包括我刚才说的周灵芝，就南宋的周灵芝，他写过一个，他因为他经常去用功进香那个还愿啊，他也写过一个类似的，这些所有的礼文、忏文、经文，其实的主要内容是讲述许根君的出生成道故事，就他是一个文学性很强的一个所有，但是他是可能是礼忏或者是念诵的时候，所以我叫他作为一说。这是简单介绍。下面是金明宗的全书和道义生与格然。我是因为这一部分题材进入新闻法的研究的，所以我是还是要介绍。首先是我个人对这个版本的追踪，就是我因为去到日本看了这个书，好像后来我回来以后，他们就在网上公布了。这两篇基本上都是讲这个版本的问题。然后第三个，这个赵仪跟刘悠然是在金明宗底下采访，就是也就是要论证赵仪跟特别是赵仪跟他不是传纪笔法的，他是传轻微法。刘悠然是传轻微法，但是他对纪笔法可能是有一些了解。然后下面是我刚出版的，好，就开始了。还有吗？那我就赶紧讲。这个是其实是我这两年写了不少，但是一直没有出版，没有发表。所以这是刘悠然的语录，我们也很难得保存下来。像少女更简洁的。然后这个是利用了一些传记来讨论赵一生自己的信仰问题，还有他的一些法术传统。这是那个传记的问题，就是最重要的是找到一些，这个，我快速过，就是主要是一个传记的比对，发现它有很多不同，它不同的历史啊，或者什么历史，这是他个人自己的说法，这是大法会员。好，我来讲一下那个关于轻微。真正的轻微法的那个我个人的一些工作，这是刚刚跟的，其实这不是轻微法，这是普通法。为什么会有这篇？是因为我本来写了一篇这个赵仪的当天全是道法，然后实际上当天全是传这个普通道法，然后赵仪从当天全学了普通道法，然后他把普通道法给融到了轻微法里面，就是我们现在能道法会能看到和赵仪有关系的文本。确实是融入了普贤法的东西，而且这个道法会员呢收了普贤道法两部分，三部分。那这篇是那个关于那个北京国家图书馆那个明代那个草本的一个，就那一系列文本做一个研究，里面当然也讨论就更涉及到。赵一跟刘悠然他们传法中有一套预信宗教的，这预信
净宗教到底是什么东西。当然那个王老师又问我能不能说一心宗教具有研究的意义，我当然也说不能，但是我们现在只找了这么个东西叫一心宗教。这一批文这一批抄本主要的内容是宗教法，但也有行为法。按照王老师意见，就是王老师认为就是全是行为法，但我觉得怎么来的，我可能还是一定认为还是宗教法和行为法混在一中。这个是新概念，就是也是美国的那个，这是一些例证，就是教育跟系统行为法、汽车管道法，就它的文件，就把这个本源偏移什么什么，你像那个朱权对于本源法的介绍，它就叫本源东西嘛，是它的本地。这是关于邓清章的一些观点，就是他这个收入了本源法的观点。这是那个新天津的一段，这是那篇文章主要是处理的不同的电影，这是那个，这是明代的嘉靖，就是那个陶仲文那个陶仲文。就非常有意思，陶仲文抄本里头有一些跟本源法相关的古代变异了，改了，但这还是比较接近。就是我谈一下个人的，就做这些研究的体会吧。就是首先我们肯定是要理清事实，对吧？我们很多材料，但是我们很多面对很多史料，我们会经常会造成很多误解。因为史料它本身是有很多问题，所以我们在厘清事实的过程中，首先要，就是我意思是要着重于史料的编撰方法、叙述方式，我们要发现它的断作意义、它的动机，这样我们才能知道这个材料可不可信。当然，这个也跟我们的口述史有关，就是我们采访来不能用。还有，然后一个就是，这是我个人的做法，就是文献的记录，但是我个人是希望。做更细微的分析，就是着重于法术传统之间的融合互动，从共同法术背景看到具体法术的背景，就是我认为就是不应该是孤立的某一个法派的研究，应该对于法派的研究更新的背景中考察。好，谢谢大家。好，非常感谢那个余威的那个报告，他总结了他这几年的研究操作情况。其实他在台湾的期间也做了一些田野调查，到实地去考察一些号称是有净瓶冲孝传承的这些宫庙。那我想期待他的研究。那因为时间已经到了，我们的讨论，我想就由会后大家那个茶叙的时候再跟他请教。再次谢谢余威。